有段时间我有一个就一碰好像一个针扎了似的，就酒面就碰一下就不行。那你这会这么严重啊？穿拖鞋，穿拖鞋就不行。那你怎么处理的？你抠吧，抠着都抠出血来了。不是，那你不知道去药店还能干这个？这个我们就干了。好多不知道的人上医院去了，这把指甲给拔了。有段时间我有一个就一碰好像一个针扎了似的，就酒面就碰一下就不行。那你这个会这么严重啊？穿拖鞋就不行。那你怎么处理的？你抠吧，抠着都抠出血来了。不是，那你不知道去药店还能干这个？这个我们就干了。好多不知道的人上医院去了，就把指甲给拔了。